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换装宠物视频。先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这次呢，也是趁着双十一快双十一的时候，赶紧买了一些东西。幸亏避开了双十一的物流高峰。11月10号买的 ，BGM 声有点大，关一点。这次我们来看一下包装吧。哎呀，这次包装这样凹进去这么大一块。前面没有，下面、左面、右面、正面、我们来开箱吧，从这个破损比较大的地方吧。这次是在蚂蚁世界买的东西呀、也不知道这次好不好了。这么看一看啊，就是拟黑，先放在这里。报纸权益残后6只，哎呀，好像死了一只了。这个是啥呀？看看，不包风险的残后，买了一堆。来看看这个是，好像又是一个瘪了的东西啊！别吓唬我，这啥呀？这卖权益的怎么这么装啊？不正常的包装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权益2后2000，我买的加热包呢？好的，在这里加热包。也是凉透了啊。我们打开权益看一看吧。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这次发了大箱子。开开吧，那就。两后啊，找一找有没有那两只后。这应该没有2000公吧，这应该。工艺好多，还在试管里没出来。我来找一找那两只以后吧。这次好像有点惨重啊，以后挂掉一只了。先把这个稍一堵吧。找一找以后。一只以后还活着，另一只呢？另一只在这里，也还活着，也还活着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吧，两只以后还活着，这就是最大的，这就是最大的万幸中的万幸了。
两只以后都还活着，公蚁死的好像越多啊，大公也不少，没有他的话。这是包风险的，然后再让我们看一下不包风险的残后吧，好像死了一只了已经。哎，这次开箱也要谨慎呀，防草粉什么的都有。好好啊，头绪有点乱啊，走一走啊。小子妈的呢？防草粉走一波。看啊，我这是弄了防草粉啊，打开已经看到了一只死亡的以后的肚子了，不包风险的残后啊，2块钱一只，不对，1.8块一只来着，到家了就不错了。来看一看伤亡情况如何，这里没有了。哎呀，好像有点惨重啊，来看一下啊，还有几只活的，还有4只活的好像。我们来挑拣一下尸体吧，只能这么做了。这是一只蚁后的头部，这是胸部，这里还有一个腹部，这是可以凑齐一个完整的尸体，没有腿。这边好像还有一只已经死亡了的呀，找一找。这里有一只已经死亡了的，就是手上有些工蚁啊，先把手上的工蚁抖落一下。轻轻的打掉它，不要造成伤亡。好了，还有一只。相对来说还不错吧。6只不包风险的残后活着4只。这一只，这只好像还不残。哦，残了残了，触角残了。奉劝小伙伴们，大家买残后的时候最好是买断腿的，最好是买断腿的，不要买那种断触角的。4只活着的，好的。然后再就是蚁黑呀。这一碗泥黑就便宜了，花了我4块钱，2后200公，3后200公，花了我4块钱。
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。我看见里面还有蚊子。蚂蚁世界，为啥我老是上蚂蚁世界买东西呢？就是因为他们那里邮费便宜，邮费才要6块钱。来看一下这些泥黑多刺鱼，咬我！我记得这是用来泡酒的，可以。有只蚊子，以后呢？找一找。攀背能力不错呀，你可以多刺激。哎呀，掉地上了，掉地上了，越狱了，不是越狱，强行越狱，等等。那过后再找吧，先把这些开完吧。嗯哼，哎呀，乙酸味好重啊。一钻到我袖子里面去了，一带，这里面全都是工蚁，先放进去吧，我们找一找以后再拿。以后呢？找一找啊，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没有后吗？这一群泥黑里面，以后在哪儿啊？别说没后啊，不能没后吧？找一找啊，以后去哪儿了？哦，我看到了一只蚁后，其他的呢？没看见哎。